状态了，心头已经大事已放下。长柳画好气质啊，毕业的动作也好看，合照杀手。然后今天的这个妆面呢，可能你看似没有什么太多的小心机啊，但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在修饰五官呢，还有配色上面的一些心机。去年我出的是那种文科生的，是粉色的嘛一套，今年呢我出的就是理工科的了，银色的。今天的这个妆面呢，其实有点结合港风再加现代的配色，以前的画法还有面相学。没错，我去研究了一下面相学，本来想画一个学霸妆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画完就好像学姐啊，有没有？真的合照杀手嘞。还有嘴唇的画法也是很早之前的外深里面浅的画法。眼影配色呢，我是用的当下比较流行的那种黄色系，黄色系的话配文科理科都可以的。本来我想画一个裸一点唇的，可是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，所以还是用了一点红色在里面。今年偏可爱一点，今年嘛你们大哥我年纪嘛也上去了对吧，然后又是画的是理工科的，做这种学霸型气质型一点的会比较好看。好了，希望对你们毕业季有帮助。如果对这个妆容有兴趣的话呢，接下来就开视频吧。先上防晒防晒防那反正我跟你们讲，我那次去我朋友推荐的一个美容院里面，他们上面霜的时候给我用的是这个兰蔻海洋黑金系列吧，送的那个棒棒，然后我就买了两个回来，好好用啊，因为手指会吃掉面霜什么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用它就不会吃掉粉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晚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吃辣条，然后就吃了包辣条，这个时候呢手上是辣辣的，对不对？你上护肤品的话整个脸上都会辣，这个就不会辣。所以今天上防晒呢我也要用这个，反正又上多可省了。 You are my superstar。 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晚上走，嘿嘿，恩恩爱爱，牵手当悠悠。小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跟着晚上走。死了，臣妾又挤多了，像敷面膜一样。上手太多了，发现这防晒真的是这样，我只要挤在脸上屡试屡败，每次都会挤多。上油，如果你平时正好有那种上脸的精油用不完的，直接呼上来。我是说干皮啊。接着呢再拿出代玛克的遮瑕，这个调板板，我最近爱上这种调配油的感觉，姐姐们的。然后加个三四滴油，一下就跟粉底液一样，差不多是这种润润的。然后我用的是最白色号的，你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天气不好哎，很多毕业照都延期了，又不是你们提醒我要拍毕业照我都忘了，早知道的话我就提前准备。其实皮肤好的妹子啊，你这样遮瑕上完是吧，其他地方轻轻带一下，然后局部重点遮瑕一下就行了，根本不用上底妆。然后呢你们不是说要拍照显脸小吗，那我侧边就有稍微深一点的粉底液，我选了 CBB 的这个。但粉霜对我来说不是深了一点吗，但又不会深得过火。如果说你用太暗的色号的话，前面跟侧面差距看出来蛮大的，我就不是很适合大学生那种啊。然后呢也滴点油，热衷于玩油，现在看着还挺白，尴尬了吗？因为我现在脸周瑕疵比较多，所以要用稍微遮瑕一点的，就深一丢丢的色号就好了，扫在脸周。给你看打完底大概是这样的，反正清清透透的那种。其实我去年的毕业照是那种可可爱爱，然后没有任何攻击性的那种嘛。今年毕业照我就想说我去研究了一下面相学，本来我想出个那种学霸脸，然后我看了一下啊，面相学比较精明的那种呢是眉长过目，也就是眉尾呢要长过眼睛，细长眼秀气，唇红齿白富有诗书气息，再搭配额头饱满开阔加山根通印堂，山根跟印堂这样子是通的，可能这边等一下提亮一下，加方正脸型可称之为学霸脸，但我没有方正脸型对不对，那也就算了。哦，还有一个鼻头部位的颧骨啊略微的凸起，像王祖贤啊邱淑贞啊是不是都这种，他鼻头两边的颧骨要高的话呢就能托住肉的感觉，不会显得很塌陷，但是呢又不能太蓬，太蓬的话看就很累的感觉。然后我想了一下啊，如果说像大 S 这种浅眉毛跟王祖贤林青霞那个年代的那种深眉毛，在毕业照里面全体集体大家拍照的时候，我一定一眼先看到王祖贤林青霞，所以呢眉毛我准备画那种港式的眉毛，港式眉毛呢浓深甚至有点眉头细眉尾粗，就比较英气一点的那种。先拿植村秀 Stone Grey 这支色号，灰色一点。哎，现在的妹子不是都喜欢染头发吗，如果你们头发染过的话，眉尾这块全都可以用棕色的。眉毛呢画平，代表太平啊，太平就太那种韩国平眉了，但也不能过低，过低就没压眼了。眉毛呢要稍微长一点，这样呢拍照显脸小。眉尾啊要稍微钝一点啊，别画太尖了，太尖会有点显凶凶的。你可以这样刷开之后对吧，拿遮瑕刷把眉尾这样遮掉一段，这样就不会结块，就差不多这种平。眉峰呢最好在黑眼珠到眼尾中间那块，等一下我们要山根通印堂嘛，所以眉头的位置最好在眼角里面一点，这个凹陷处的位置向上，眉头最好毛流这样画。女人男相就美，就很英气。你看小时候说像男孩子，长大都不会很丑啊。当然不是那种眼子很小的男生了啊，那差不多是这种感觉，前面细，后面粗一点，眉边缘呢稍微整齐一点的。眉峰虽然要高一点，但是眉峰不能尖啊，一尖真的就很 man 很 man 了，不好看。然后眉峰到眉尾的这里最好画一个半圆弧的妆，不是这样一斜刀切下来，这样就太 man 了。然后再拿遮瑕刷去把它轮廓擦得圆一点，
底下这根我觉得太平了，可以再往下降一点。这半边脸就会比这半边脸看上去窄。另外一只画完了之后呢，喝口咖啡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茶杯犬，就宁愿去养那种田园犬。小丸子现在是先天性的气管塌陷，治不好的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能活几年。然后每天就是看他就很辛苦，咳嗽咳得急的就要带他去打针。我找了上海最好的医院，就是没有办法，现在搞得他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。就先天性的疾病过多，上两个月还咳到那个直接长疝气，就屁股边上开了个洞，然后又塞一个东西进去，心惊胆战，吓得我都快哭了。以前养的时候也不知道嘛。哎，接下来拿黑色的眉笔去描一下眉弓线这一条。我这只眉毛的上缘比较浓，这只眉毛上缘比较浅，所以把这只浅的改浓。像这边缺块的地方用黑色的画毛流，然后眉头呢最好不要特别方，方的好像有点感觉有点过硬，所以是斜着画，然后可以自己再拿遮瑕笔这样斜着扫一下，你的眉头就是斜的。然后呢修个鼻影，开外框上惨，还是 medium 加 light 色号一起用。山根通硬糖的话呢，就眉头啊跟山根的位置要连起来，粉可以沾多一点，下手稍微轻一点就行。而且眉头的位置我已经定好了，所以你画鼻影的时候呢也很明显能看到。鼻梁不要过细，那这里要打下来，因为我们骨骼是这样长，这边刷个倒 V 一样的斜着刷。然后呢鼻头不能过尖，鼻头尖了吧显得有点凶，就是要给人一种圆润的感觉。鼻头底下用 medium 色号这样刷一刷，这样视觉上鼻头会翘一点，因为这底下的阴暗面。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化妆会根据面相学来画，要了命。把眼窝带一下，到这一步都是非常港风的画法，可是我不想这么港风，所以等一下还是要变。拍毕业照看上去要甜一点的，卧蚕很重要，所以先打个卧蚕的底。这种散毛刷刷眼下会非常自然。这种油油的底妆啊，画不出毛流感的眉毛，所以还是盖点散粉啊。拿那个贝卡的水散粉，虽然娇嫩，但是在新鲜的时候是真的很好用。这个膜千万不要撕掉啊，留着刷子去一点，盖在眉毛这里。不干燥，实在画不出毛流感，好难受啊！哇，每次都要感叹一下，冰冰凉凉，好舒服。这里底下的眉毛可以向上画，再向下画。我终于听到那种脆脆的声音了，这样看上去有点雾雾的，没有那么实的边界线会好很多。好，可以，我把那直接改成这样。那拿刚刚压过散粉的刷子啊，轻轻的带一下眼部，刷子上的余粉就够了，让我的晕染刷好晕染一点，不然刷子容易湿掉。接着呢，拿阿拉斯塔西亚的这一盘，是没出现过，但其实我很多图文里面都是用这盘配色的。你看上去什么五花八门的，我当拿到手，我说这谁用啊，那么五花八门，但其实它可以配很多很多很特别、很漂亮的妆面，而且很日韩哎。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爱这盘的，创意妆啊，或者是想要有特色一点的妆，这盘特别合适。先拿这个里面最黄的这个黄色，但这个黄啊不会显泡哎，给你们看是这种黄。本来呢毕业妆大家应该都会用粉粉嫩嫩的那种色系，去年我就出了粉粉的，今年我不想用粉，而且今年不是比较流行黄黄绿绿的那种颜色嘛，比较夏天，所以整个都用黄色的去铺满，就现代和以前港风的结合，还要结合面相学，笑死。眉毛底部全部晕满，就是整的这一块不加散粉整个刷子会湿掉，双眼皮褶皱也全部都铺满。哎，你看这种前戏然后后面下挂式的，看上去好港风啊，然后又很温柔的感觉。千万不能画锋利了，这种眉毛画锋利 man 的不行，就直接变爸爸了。拿自带的另一头刷子去带过下眼影，范围不要推大啊。这种黄色呢又适合粉色的，黄粉是配的，我今天穿的那套是有点灰色的，然后还有一套 BF 不是黄色的嘛，都很配，黄粉都是百搭的。哦，差不多就这样。接着呢拿紫盘里面截个棕棕的，它这个棕用来压深很好看，还带一点点藕的感觉，眉尾呢是有点后置的感觉，然后整个眼睛的重心要在后面，圆弧形的扫啊，圆圆的总觉得攻击性不会很强，然后拿另一头散毛刷去稍微晕一下。兄弟们，晕染太重要了，眼影一定要靠晕。姜黄色就类似于这样的，跟这个黄也很搭，眼尾这个地方就是兜住嘛，眼睛也要有后置感，眉毛也要有后置感。接着呢来画眼线啊，眼线还是要用黑的，因为我说了嘛，就是又有点港风的感觉，港风就喜欢用黑色眼线。然后用我昨天新搭的苏荷，这个是双头的，它这头是晕染的，这头是眼线，哇，也好好上色哦，而且它是有点光泽度的那种眼线。另一头海绵头把它晕染开，你看这种晕出来，哇，好美哦，哇塞，好漂亮啊！这种人群中根本不需要多说话，直接就是最亮眼的了，可惜。然后下眼线也得描哦，因为整个要后置嘛，只晕后半段这里。我告诉你，这种画法是你们大哥我六七年前的画法，我以前就很喜欢画这种眼型，又有神，然后又感觉是天然美，没有那么做作，又不会觉得妆很浓。但我以前喜欢用棕色的画这种，那这里稍微细一点。就像这样，你看这两只眼睛是不是一只有神好多哦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出门了。
好好看，画个唇膏就能出门了。画完呢是这样，哇，真的也很好看的。眼角呢，因为我个人的眼角太画的话，就反而会显凶了。如果说你的眼头非常窄，然后又圆的话呢，你可以往前画一点，因为面向斜上撕呢，就眼角下至一点，就要圆一点，但是要像开过眼角的那种，会显得像学霸一点的。最好是用咖啡色去画啊，不要用黑色去画，容易显得很凶。接着呢，还是拿刚才那盆很 colorful 的颜色，选这个色。前面不是大面积用这个色嘛，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撞起来很好看，所以就拿这个橘色。它跟黄色很配，你看，哦，夏天啊，清新的颜色，晕染一下下眼影的地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就睫毛根部刚刚不是画了黑色吗？你就拿它去柔化一下，哇，真好看，跟你说真的好看，现实生活中非常好看。怎么能这么好看呢？拿这个 L A Girl 的484色号，就这种有点橘橘嫩橘的这种颜色。扫在整个侧面，就拍在这一块，因为我现在底妆是那种湿湿的嘛，我要保证它的光泽度，就扫在整个侧面，起到一个修容的效果。脸要小一点，脸盘子小一点啊，无论什么面不面向的脸盘子，大家都希望小一点。你看这样正面看上去又不会觉得你打了很重的修容，又有一个瘦脸的效果。从后往前这样扫开一点，可以拿一把这种大刷子去扫，色块晕染的会比较好看一点。这里稍微打一点点，下巴毕竟太长了。哥哥，我下巴是真的有点长啊。那下巴还是扫点修容吧，下巴太尖就显得不好看，凶相。然后再拿刚刚的那个刷子上的鱼粉啊，就这样过一下，让色彩和谐一点。接着拿一个粉一点的颜色494，这个带点珠光的红粉红粉的。接着呢，就要来我的面相学了啊！面相学里说，鼻头两边的颧骨要高一点，怎么办呢？就这种带珠光的，稍微从鼻头两边开始扫，从后往前扫。因为我脸长嘛，我的苹果肌都比你们像，一般苹果肌都在这一块，我在这里笑不露齿啊，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。头上可以稍微带一下这种颜色，然后这种妆面啊，看上去就不浓，但是美。接着呢，拿贝卡的这个珠珠款高光，就是这一块，我让它再亮一点，要蓬起来。我觉得眼下还是要盖掉点，不然我那个粉底的光泽度啊，实在太亮了。这上面就是面相学上说的过于啥来着，反正苹果肌这块太大了，有点往下压了，还是拿这个小散粉。瞬间就没有这块那么蓬了，扫点高光，鼻子两边这块亮起来，颧骨这里稍微扫出来一点点，这样能显瘦。然后鼻头啊，不是山根通印堂，对，来吧，通起来，扫出一条道。鼻头要圆翘，圆翘，圆翘会比尖翘少了很多很多的攻击性啊。这根山根的地方加重一点啊，高光，让它凸起来，因为我们亚洲人山根都是往里凹的嘛。接着呢，像我这种现在有痘痘的人群啊，不再是无瑕的肌肤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就是 Cinema 的一般性我们不会用的这个啊，最深的，你扫侧面贼好用。它出来的颜色对吧，就有点腮红的颜色，这种颜色。你看好这边有颗痘印嘛，你就拿这个颜色去遮，看到没？我直接跟腮红融为一体好吗？贼好用，隐形的。遮瑕啊，特别是痘印嘛，要遮得牢，得多遮几次。可能定完妆之后，你小区域的还要去定一下。拿一支 Kiss Me 的浓密款，因为拍毕业照的时候吧，一般都是远拍哈，没什么人去拍脸部特写的嘛，毕竟要跟人合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浓密比纤长更重要。而且我故意没有加睫毛，往下垂一点的睫毛会显得更浓密一点。Kiss Me 的本来就带一点卷翘功能，最好是顺着一个方向梳，不容易苍蝇腿和打结。你看它有个自然卷翘功能，看到没？蛮翘的。然后再拿针梳，让睫毛稍微根根分明一点。哇塞，感觉就是一个天然毛发很重的女孩子，但其实你们懂的，我的眉毛都快没有了。这种眉毛真的好好看啊，好看死的。先涂个润唇膏，给看，不能干燥，拍照不好看，最好拍照前做个唇膜啊。虽然我知道有点麻烦，是我也不会做的。接着呢，拿凯瓦矿的唇线笔，这个我很久很久之前给你们推荐过的，它是泰坦尼克号的化妆师推荐的，好漂亮啊！它原来的颜色就很像那种阴影面，所以人家修容做得好，你知道吧？连这种唇线笔都做得好。之前我不是很喜欢画里面深外面浅的吗？这次倒过来，先把唇形给勾好，勾圆一点的啊，就不要勾太尖的，看上去很锐就不好看。像我这种唇线不明显的人，就一定要勾个边，而且你看这勾边好自然啊，有没有？差点忘记我的嘴唇小三角。我觉得嘴巴大了点，我得把这里给勾掉掉。接着呢，要用两支 PF 的唇釉，番茄红和豆沙粉。PF 新出那几支颜色真的太好看了，哎呦，太好看了！这个番茄红啊，跟小南瓜有的一拼，有一点点那种 cherry 的感觉，真的很像小番茄的颜色哎，很好看。今年很流行番茄红这种颜色，然后是一个豆沙粉的颜色，其实单涂豆沙粉也可以了。那么这豆沙粉也很美，这大面积涂抹，下嘴唇厚一点，这样显得我下巴短。画完唇线加填色就好了。嫩到那一个叫爆炸呀！哦，妈妈咪呀，被自己迷倒，怎么这么好看？然后呢，拿番茄红，番茄红呢这次有点屈才了，希望他不要生气啊。下次我给你出一个漂亮的妆容用到你。我好像上次用的忘了。先拿唇刷勾一条细细的边，勾完以后呢，向内扫，就这种晕开。
就是凸显唇形啦，然后要立体感一点。看到没，这个嘴唇大不大，我经常私下里这么画，就显得很天然美。好了，给你们远观一下。哦，我现在看着镜子里自己好美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头发不梳都觉得很美的那种，好配黑发哦。我就觉得毕业生就要长发黑发，戴个博士帽这种，或者不戴的时候这头发这样一撩，哇，美死了。这就应该大学的美女所拥有的那种美，而且就是很有男人和女人缘的那种脸，不是说只有男人喜欢，女人觉得过于攻击性的。哇，好美哦，唇红齿白，看到吧，好美哦。哎西哎西，啊不对，漂亮的吗？一不打一不打一不打，哎西是好吃啊。用前面那个484的这个，就把这块，就我现在这块用过白，整个把眼下这块找出来，然后苹果肌的地方还是保留面向颧部位啊，这样就比这边颧骨没那么突出，会柔和很多。